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 CCTV 空中剧院。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同时也是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的最后一台精彩好戏了。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非常繁华的上海的外滩，现代化的都市车水马龙，但是我们今晚的这一出戏可是发生在层峦叠嶂的大山里，这就是由京津沪三地的名家联合上演的精彩好戏《连环套》。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上海京剧院的导演朱伟刚。朱导演你好。你好。那今晚呢我们这出连环套呢就是由朱导演来担任这个直排的导演。咱们这么吧，您这儿有座，咱们坐下。您先咱们坐着聊。好。朱导，其实您看在戏里边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就是窦尔敦坐在这儿哈，应该是。对，就是您就是连环套的大寨主。对，窦尔敦了。但是咱们换一换呢，比如说，您把这凳子动一动，搬到这边来，往这儿一搁，然后我再把这凳子，我再往这儿一搁，这人物就变了。那我就是窦尔敦了。那我就得是黄天霸。你就黄天霸，你就是客位，对吧？客位。所以我就说，京剧的这个一桌二椅啊，它有千变万化，但是它又是很讲究，不会乱的，该怎么怎么，对吧？它是安排了很清楚，很有条理。朱导演，您看今天咱们看到这个连环套是南北名家合作演出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排练协调时间啊什么应该是挺有难度的。好在呢有一个好的前提，就是他们各位呢，不管天津的王平、大连的杨赤什么，他们这呢戏都是还是很熟的，自个儿的戏很熟，所以呢我只要呢我把我这儿的前期工作把它安排好，就像一台机器，我呢各个零件我都把它组装好，然后他们一来我把它一组装，安装，哎，咱们就成为一台机器。在研究生班的时候跟杨赤就有合作，跟王平这次是第一次，所以说挺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演戏有时候太熟了，容易这个怎么说，会太熟了，可能会松。如果有一点生的话，这个演起来更有刺激。庆谷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动和静结合的这么一个小花脸，它非常有心计。为什么这么说？我有几次演出根本跟他没有关系的戏，他都在静静的去观摩、去欣赏。哎，这个值得我非常的敬佩。他呢还能导戏。你别看，我觉得在小花脸这个行当当中啊，能够导戏的这个还不多。他呢现在又兼着排戏又兼着演出，同时呢你能够导戏就会有思想。能够跟王平啊还有庆谷啊我们一块合作这出戏，我也感到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王平呢是我非常尊敬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文武老生演员。他不单这个人品非常好，而且呢对戏对京剧艺术的执着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去学习。我们俩曾经合作过这出连环套，记得好像是在天津啊。那么通过合作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提高。那么也特这次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呢，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一说到您和杨赤院长的合作，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啊，在大连演过，可能在北京、上海都演过。杨赤啊，我们确实是台上呢，确实是一个合作者，台下呢确实是好兄弟。
只有下边我们关系非常融洽，在台上我们才能合作的非常的默契。这个杨赤大家都知道非常豪爽啊，这个讲义气，如同这个台上窦尔敦也是这种性格。我们私下聊天啊，包括吃饭呢，都是谈笑风生，非常的这个也非常幽默，甚至呢他也非常的能够接受我的这种表演。我们两个呢，有时候我们电话一商量是吧，我们想去大连演出怎么办，我就不管了，然后来吧，甭管走多大困难，他非常的这个非常豪爽，也非常的这个讲究咱们的这种旧情。您是四川人，那应该平时很能吃辣。那吃辣椒很厉害的。那不会影响嗓子吗？影响。比如我演出，我要演出前呢，提前两三天，我就可以不吃辣的了，注意不让它声带受刺激，充血啊。这是必须的。那你说都吃辣椒对嗓子不好，是刚演出的时候不让它充血，平时吃辣椒并没有那个很多不好的影响。你要川剧演员吃辣椒更厉害，那些嗓子更好。我就觉得这辣椒倒不是说很大的，只要注意就行了。演出前呢注意不让它刺激就可以。近年来看您演更多的都是文戏了，这次连环套又把这样的一个无丑的角色又拿回来演，平时是不是又得再加紧一下这个练功？其实练功是一直练着，这个我的师父张春华老师经常这个就跟我说，功不能放下。最近这几年就是可能在文戏方面的发展多一点点。另外我的学生吴丑那个谁郝杰他也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要把我的舞台让给他一点，让他多实践实践，让他也成长得快一点，就给青年人点机会哈。对对对，所以可能最近几年吴丑戏动得少一点，但是我练着呢，没有放弃。然后练没练一会儿咱直播就能看结果了。下高上高。连环套这出戏呢，可以说我已经演了20多年了，但是呢每次演这出戏可以说从内心是非常紧张啊，因为在所有的戏当中呢，这个连环套这出戏是比较吃功，也是比较可以说难演的一出戏。在过去呢，这出连环套也可以说不是煽动啊，很多的演员包括我们的前辈，他们在这出戏所花费的心血啊，使得这出戏呢，广大的观众都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一出名剧，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戏。那么往往演这样的戏呢，可以说对演员是有一定的压力。先生在这个报门的时候，就他这一点，我觉得，当然谭老师也说。我是遵照这个杨派杨大师的这个前辈留传下来这种这个戏，然后又加上自己的理解，你说包镇守海峡曹彪副将薛之宗兵荒天霸，他又拉回来告我下去急。不管我先生演，现在我每演到这个时候，可堂的一个好，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把这个人物带进去了，再加上你的这个声音起伏的熏染，使这个现场的那种气场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热烈的那种氛围。另外呢，就是在唱腔当中。谢过了大人恩海良辰中子孝故知长此去不能勤则当尽忠一死有何妨，大大万载名言完全是武生的这种立业的这种唱腔，加上他的这个带着这个盔头，
和他整个的气质，不叫好都不行。《刀与马》这出戏呢，是一出比较繁难的工架、表演、演唱结合一体的这么一个剧目。我呢是从小张观正老师就跟我说过这出戏，结果也一直在演。后来到了2008年开始向我的师父李长春老师学习这出戏，后来经过不断的努力，也在一直实践，一直在演出。这次演出当中呢，我觉得我应该是发挥好我的水平，非常感谢空中剧院能给我们这个年轻人一个好的演出的机会，所以说特别感谢大家。说到连环套这样的强强联合的这种演出，在空中剧院您演过也不止一次了哈。对对对。但是像今天的这个演员阵容真的是有一些不同啊。我们还是初次的合作。特别是跟王平院长，还有杨赤师哥、东虎师弟，我们这都是初次的一起合作。按院团算的话是京津沪的这个院团的演员，其实按咱们这个演员的这个祖籍来算的话，应该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啊。没错没错没错。据我所知的，你看那个谁，王平是天津的，杨东虎是祖籍是河南人，杨赤东北人，我的四川出来的，虽然我祖籍是山东，但是我在四川生长出来的，所以一想这京剧啊，它真是不分地域，哪儿都有唱戏的。从过去我们老把京剧作为全国粮票来比喻嘛，计划经济的时候，哎，京剧是全国粮票，各个地方是地方戏是地方粮票，所以你想它这个京剧的它的魅力所在，它的博大是吧，很深远的。杨老师，平时看您演戏，不论是文丑还是武丑，都会给我们一种小清新的感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形容可能不是太合适，可能我觉得应该说文艺青年可能更合适吧。那刚刚我说了，我们感觉您演戏有小清新的感觉，但是您又说您是这个文艺青年的感觉，但这两种感觉好像跟这个朱光祖的这样一个侠客的形象也挺难联系在一起的。有距离是吧？所以这样演起来我觉得更有这种挑战性，大家都觉得我的形象好像挺文绉绉的，要演这种江湖侠客好像的确挺难想象，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它的魅力的独特的所在。观众朋友，刚刚听了这么多嘉宾精彩的介绍，我想您对今天的演出也一定是充满了期待。欢迎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登录空中剧院论坛留言，或者是给我们栏目组来信，提出您的意见或者建议。此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CCTV 空中剧院官方微博，和我们在网络上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的看戏感受。我们将会定期抽取幸运观众，赠送 CCTV 空中剧院精粹选编的 DVD 光盘。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上海天蟾艺术舞台，共同来欣赏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的最后一场演出——京剧《连环套》。